是酒中伤，生命点是一大慈大悲心，接下来请收看生命讲座。老师大家早啊，这两堂课呢安排我跟大家讲一讲这个啊缘起的解脱观啊。佛法的这个缘起啊，它是在破除我们这个我见我执的观念。这个我见我执啊，就是因为啊，他是啊，希望啊这些永恒存在的啊，那么有这一种永恒存在的这些欲望啊，这个就是因为我执我见呐 这一种实有感，因为他认为他所看到的一切啊，他所能够接触的一切，通通都是实实在在的。所以啊，他的实有感呢是很清楚啊，看得到、听得到啊，所接触的一切。那么，只要这一种实有感啊，那么他啊这个存在的话，那这一种我见我执啊，他就啊有他的立足点。那当然啊，这个贪嗔痴这些烦恼啊就会一直啊衍生出来。那么既然有这些贪嗔痴烦恼，当然就会开始起后造业，那起后造业当然就是啊有这些啊生死的相续啊，所以这种啊我执我见的啊这种实有感呢，就是必须要把它破除啊。我们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一切，通通都是啊实实在在的啊，好，要怎么样啊来破除它？因为这些都是看得到的、听得到的、接触得到的啊。佛陀跟我们说啊，世间一切的法都是无常的，它是没有这个常缘不变的。那么它只是在一切相对的这个关系下才这个生存啊。所以佛陀他观察这个宇宙人生这些真相当然这个有时候很不容易了解啊，明明是有的啊，为什么说他没有这个实在所以在真正的这些佛法就是要破除这个迷信啊，是一种理性和智慧的个教导啊。我们学习佛法就是要了解一切的万法呢，就是依很多的因缘条件它的一些和合分化衍生演灭的这些现象它跟我们提示的就是常不可得、我不可得，也就是你认为所有的存在你所看得到的、所听到、先得到的、接触得到的本来认为这个都是这个实实在在的，可是呢这个是不实在的所以是常不可得、我不可得这个永远的存在跟我的一个实体这些都不是真的那么假使我们能够从这个我执我见的这些实有感能够去超越，就能够得到解脱这个是佛法的心要跟真髓这个缘起呢是佛法的这个核心，这个也是佛法不共其他思想的一个特质。
其他的这些宗教也好，或者是一些哲学思想也好，都没有这个缘起的这个思想。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他在菩提树下，他所觉悟的就是这个缘起性空的这个宇宙真理。他所开示出来的一切教法，通通说是由缘起为中心，然后在多方面的开展。所以宇宙人生的一切法呢，它没有一法不是相依相知的这些关系存在。离开这个关系呢，在宇宙间它是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一个自体。生命界也是一样，它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这个自我为它的这个灵体。所以佛陀说法呢，它以这个缘起为中心所以一切的诸法当然也都是缘起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佛法的特色就是在缘起那当然缘起一定就是性空就是本体它不存在的所以我们佛法呢，释迦牟尼佛他宣说了这些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要对治我们众生八万四千的这些烦恼。那烦恼呢是无量无边他的生死根本就是从这个无明来的。要对治这个无明只有这个缘起所以这个全体的佛法呢可以说是以这个缘起为骨髓为中心的这个缘起的定义当然就是这个缘是条件那么起呢当然就是指一些出现啦发生啦表现出来的这些意识也就是相关的出现或者是依各种条件而发生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缘起观也就是他认为在宇宙间一切的存在都是因为依各种条件而发生或者是相关的出现的这种实在观所以在这个杂案行经里面他就谈到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此无故彼无此灭故彼灭这个就是这个缘起的一个具体说明因为一切法的这个升起通通由各种因缘而生的没有一法是无因而生所以在这个此因彼果的这个相对关系下呢才可以说它的这个升起跟这个存在这个是我们佛陀他觉悟宇宙人生这些这些诸法现象所以会这样所得的最正确的这个结论那么这个结论呢缘起性空的结论它是任何这个思想所击不破的一切法的这个缘起跟存在这个升起跟存在当然是由于这个缘起那一切法的这个繁芜跟消灭也是由这个缘起不管是它的升起或者它的繁灭通通是离不开这个缘起所以不管是我们内在的这个生命或者是外在的一切通通都是缘起的所以这个如果说有的人认为说有哪一法可能不是缘起的可是呢你能够找出任何一个法来那一个法同样也是缘起的因为这个离开了这个缘起没有一法可得那这个缘起呢当然这个有很多种的这个因缘有所谓的果从因生也就是我们现实存在的一切的事事物物它不会自己这个如此生起来的必须要有各种因缘条件那么这个合合了以后才能生起来那么在一定的条件下才有这些法的升起没有各种这些条件呢绝对不可能升起一切法这个是我们佛法基本的这个观念
那么这个啊缘起的观念呢、啊，就可以对治啊这个无因或者是邪因论，啊不从无因生，不从啊邪因生，啊这是因缘所生的啊。当然因缘是很复杂啊，因为啊有谈到啊主要的，也有谈到次要的，啊那就是啊要有种种的这个因缘和合，啊才能够产生一个现象。啊，所以这个果从因生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啊，像啊这个一棵这个啊果树啊，它必须有这个这一棵果树的这个种子啊，必须有一颗种子。那这一颗种子呢，啊，它是主因，种子以外还要一些助缘，这些助缘呢、啊，可能就是水分啦、啊，啊这个肥料啦、啊，啊阳光啦、啊，啊这个温度啦、啊，那么种种的这个因缘条件。这一颗种子啊，才能够发芽，才能够成长、开花结果。这一颗种子不能啊从空而生，也不能从其他的草木啊金石生，它是不是无因生的啊，这个是因缘所生的啊，这个是啊这个果从因生。那么再来呢啊，就是四代理程。这个四代理程啊，就比啊这个果从因生啊稍微深刻一些啊，也就是谈到我们现实的一切现象啊，当然就是因果啊。那么在这个因果里面呢、啊，啊有它啊这个更深刻的一个普遍的理性，为什么从某一种因一定会生吃某一种果啊？这个一定有它的一些啊这个啊必然的啊一些理则。啊，那么世间上的这个一切啊，啊，都是循着这个必然的这个理则来成立的，啊，这个是四代理程啊。那啊，这个在《杂含阿含经》里面啊，他谈到了啊，若佛出世，若未出世，处法常治，法治法界，这个必然的理则呢，这个不是我们释迦牟尼佛啊他所创造的。而是他所发掘的啊，他发现的宇宙人生的真理。所以我们释迦牟尼佛他不会谈到说创造一切创造万物，不是，而是他发现这个啊一切啊，发现这些真理。所以这一个理则呢，不管是佛出世没有啊，这个啊理则通通是啊这个常存的常在的啊，这个是必然的本来的普遍的啊这个理则啊。啊所以啊这个理则呢，我们就啊从这个生死来说啊，一个必然的普遍的这个理则，有生必有死啊。从我们这个啊人也好，或者是从动物也好，从植物也好，从一切的这些万物，既然有生存有生起，必然会繁灭，所以人有生一定有死，人不可能长生不老，只是时间的啊这个久暂而已啊，时间的长短啊，不可能不死的啊。所以人有生必有死，这个就是宇宙间呐、啊、一个本然的必然的一个普遍的这个理则啊。那么啊这个就是啊世间一切的啊现象啊，都是依这个必然的这个理则啊来生灭成坏啊，这个是四代理程啊。那么再来呢，就是由依空力啊，这个又更深一刻了啊。果从因生的这个现象啊啊，就是四代理程的必然原则。那么这些啊都是存在的，都是有。那么凡是存在的，一定要依空而立，如果没有这个空呢，它就不可能存在。所以一切的事物呢，就是没有它的一个本体，如果有它的一个本体，你根本就不能动它啊。我们举一个啊这个例子来说啊，我们这个啊这一栋房子啊，我们楼上是大殿啊，现在下面这边是讲堂。那么这一栋房子呢，啊，这一栋大殿讲堂，一定要有各种因缘条件，有各种这些材料，
啊，有钢筋啦、啊，有水泥啦、啊，啊，有这些啊砂石啦、啊，还加上人工器具啦、啊，那么啊，有各种这些因缘条件聚合了，啊，那么这些因缘条件聚合了，这个就是啊，成为这个啊要建造这个大殿这个房子的基本的原则。那么这些材料我们现在建起来了，看起来哇，好像是啊一栋很庄严的这个大殿呢。那这个大殿有没有它的一个实体呢？这个大殿的这个成立要从哪里来呢？要从各种这些材料，再加上一定要有这个空间，没有这个空地的话，怎么建这个大殿呢？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以现在在我们讲堂里面啊，我们现在来建造啊一个啊殿中殿啊、哦，那殿中殿我们想要啊这个啊又高一点，然后我们知道我们现在这个空间有多高，啊、哦，顶多是啊这个啊、应该是几公尺而已。可是我们现在呢想要建造更高大的，在里面要建造一个更高大的一个殿中殿，有可能吗？没有。不可能，因为这个空间不够，你必须要有这个空间才能够去建。所以当初的这个大殿就是因为有这个空地，有这个空地才能够盖得这么高大。那现在讲堂里面所能够做的就要局限于讲堂的这个空间，绝不能够超越这个空间啊啊！所以有呢是依空所立啊。同时呢，我们建这一栋大殿一定有它一些必然的一些理则啊。必然的一些理则当然就是应该从哪里开始怎么做。在佛经里面呢 这个谈到了一个故事啊。他说有一个人呢 有一天呢、啊、外出，哇，他看到了一栋房子非常漂亮，很喜欢。然后这个回来，尤其他最喜欢的就是第二楼第三楼，哇，盖得非常漂亮。他回来了就开始找这个工人啦，然后就带他去看那一栋房子。他说你就我很喜欢这栋房子尤其是二楼三楼所以你就按照这个房子按照它的这个形状大小跟我这个建一栋一模一样的。好了，这个工人回来了，就开始准备材料准备材料开始动工就挖地基了。结果做了几天这个人来了看了，哎，不对不对，你现在到底在做什么他说，哎，我在建房子他说你在建房子，我喜欢的是二楼跟三楼二楼跟三楼非常漂亮，我喜欢，一楼不需要了，你跟我盖二楼跟三楼就好了。这个工人说，哦，对不起如果不从地基开始做你要我做二楼三楼我做不来，这个不可能的所以说建一个房子一定要有它的，一定有一些它的必然的这个原则你这些材料具备了，你有这个空间，然后你开始要着手的话，一定要先从地基开始你地基不做，怎么可能有二楼三楼呢如果我们没有这个地基的话，怎么可能有这个楼下的讲堂跟楼上的大殿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这个有一些它普遍的必然的这些理则这个是不能去违背的所以从这个国从因生世代理成跟这个有一空立那么它是一步一步的由浅而深所以世间上的一切都是这个也必须要这个否定这个实在性的这个空性来成立。所以世间上的一切有从哪里来？从空才能够产生，没有空就不能够产生一切有很简单的我现在在讲话，因为嘴巴里面空我如果现在嘴巴里面有东西或者是在喝水含着水
怎么能够讲话。你们现在能够听到这个声音，是因为这个耳朵有这个空性啊，耳朵空了才能够听啊。如果你把它塞住了，拿着棉花拿着耳塞把它塞住了，你就听不到这个声音了。所以能够讲能够听，就必须要有它的这个空。所以一切的有呢，是依空所存在的，没有空的话就不可能有的这个存在啊。那么这个缘起的这个内容当然就是谈到了这个十二因缘啊。杂阿含经里面他就说了，有因有缘即世间，有因有缘世间即，有因有缘昧世间，有因有缘世间昧。他这四句话他是表示的两方面，也就是说明世间即的这个因缘那么这个世间即的因缘就是世间杂染的缘起，那么世间杂染的缘起呢，也就是生死轮转的这些根本那么世间灭的这个因缘就是叫做出世间清净的缘起。那么清净的缘起呢，就让我们能够得到自在，得到解脱所以这两种缘起它就是说明了生死跟幻灭生死跟涅槃通通是离不开这个缘起那么这个十二因缘呢这个无明是这个十二因缘的这个根本在十二因缘这个世间杂染因果相生的这种法则里我们众生呢，由于这个起了一念的这个无明那么就产生一切的这些贪爱执着。当然所看到的所听到的所接触到的都认为这个都是有一个实在性，有一个永恒性这个是实在的那么这当中呢，就会产生一些执起的这个力量，这个执起的力量就是有起事那么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有起事它是这个身体坏了，它会再执起另外一个身体，也就是由这个无明所引起的所以这个缘起当然就是依它而起的那么依它起的当然就是这些现象也就是它不能这个本身成立，而是这个必须要依其他的各种这些因缘条件那么这个缘起的这个主要部分呢，就是要这个破除这个杂染相生的这些缘起因为你能够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因缘所生，那么在生死跟涅槃当中也就是生起跟幻灭当中那么当然就会做一些这个选择如果是生起的是杂染的是世间的，当然就是产生烦恼痛苦的这些结果。如果是清净的因缘生起的都是清净的出世的，当然所得到的呢，就是一些安乐的这个结果那么这个缘起内容它有这个生死跟幻灭那么这个也就是流转生死，由流转呢看似了这个生死轮回的这个现象那么从这个幻灭呢看出了涅槃幻灭的现象。所以生死跟涅槃、流转跟幻灭，这个是我们佛法两大众生的论题。这两个论题呢，当然一个是要去舍掉的、厌离的，一个是要去追求证悟的那佛陀他就是观察我们生死轮转中的这些众生很烦恼痛苦，所以就把他自己所体悟的这个生死流转跟解脱生死的这个法则那么开示，让我们能够建立这个缘起流转跟缘起幻灭的这两大因果力所以佛法说明世间上的一切都是以缘起为中心的。诸法从缘起，这个是大小乘佛教所共同承认的，但是呢很多是不承认它没有自性。
只有性空大乘啊，他建立缘起无自性的这个真理啊。要知道说啊，这个缘起无自性啊，因为这个一般呢，我们都是谈到一定，所以刚才这个大小圣佛教共同承认的这个诸法从缘起啊，在这当中是有一部分他是不承认没有自性啊，他不承认没有自性啊，因为他是认为这个一定有他的一些特性，一些这个形态作用啊。所以依这个自性来说呢，就是这个形态作用啊，这个就是自性如此的啊，所以就认为说这个就是有，就是存在，啊，这个就是一般的有一些他不承认这个无自性的啊，他就是这么认为啊，认为凡是法，当然有他特殊的这些形态作用啊，那么这些形态作用。以这个自性来说，就是自己如此的啦，那么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性质啦，它的本质啊，或者是原质啦，也就是这个本来的性质就是如此的啊，那么它就是一种只有这个支持这个诸法自性论啦，它是不论从我们生命内在方面，或者是宇宙外在的这些探索。他都认为是实有自性，为这个宇宙生命的这个本质啊。护持生命电视台就是护持佛法，就近帮助众生离苦得乐，所以生命电视台有责任。将佛陀的正法不分宗派传播在这个世间，希望各位多关心生命电视台，多护持生命电视台。护持正号19965232，19965232，户名生命文化基金会。那么这一种实有自性，当然他的一些论调有时候他从一些举例说明他认为他们这个论调是站得住脚的举一个例子来说比如说我们人也好或者是一切的这些动植物也好，都有他的一些特性，一些形态。比如说我们人就有这些五官四肢啦有六根啦，然后身体里面这个五脏六腑各种器官都有啦，然后这些动物啦植物啦有它的特性你说一颗辣椒辣椒有它的特性因为有它的自性所以才会辣为什么辣椒会辣，然后其他的蔬菜怎么不会辣呢所以就是认为说有它的实有自性这个是在这个有一部分它是会有这种这个支持它的自性实有感。可是从缘起和合的立场来说，这个是不可能成立的。因为这个众缘和合的诸法没有一法是有自性的。我们人虽然是一个形态一个特性。我们记住了这些这个五官四肢那么这个身体各方面都记住了，可是这些呢，没有哪一个器官哪一个东西是有一个实体存在的，通通都是因缘和合的那么这个辣椒的这个特性，它的这个辣同样也是因缘和合的所以以现在的一些这个科技的发达，农业技术的发达，其实很多这些农作物都是一直在做一些改变怎么样去做这些改变，所以辣椒的这个辣或者是苦瓜的这个苦，它不一定永远不变的它同样还是会因为各种因缘条件的这个组合，
然后有所改变啊。所以从这个啊缘起和合的立场来看呢，它是不可能啊这个啊成立的啊，这个是啊一切的啊都是由因缘所生啊。所以啊这个啊在中观里面说啊，诸法不住生啊，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啊，是故知无生。每一法的升起啊，通通要代缘。那么既然是要代缘，当然自己不能升起来啊，一定要各种因缘具足啊。我们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们这个眼息眼不是自然而有的啊，有它的一些因缘条件。刚开始当然是总导师他发心要这个接引这个知识分子所以呢他在民国57年就举办第一次的教师研习营了。然后到民国81年他接了这个世界佛教华生会会长那么就这个想要多推动一些活动。所以在82年呢就佛教华生会就通过由我们会长他来负责那么就是可以推动种种这些弘法利生的活动，在这当中就有这个教师研习营。所以57年以后，就是到82年呢，就开始这个举行这个教师研习营那么一直到现在。那么主因呢，当然就是我们总导师的这一念慈悲心，但是一定要一些缘呐假使说没有一些缘呢，这个演习会可能就不能成立很简单的说如果你们在座的各位老师没有报名的话，今天这个演习会不成立就没有了所以要记住各种因缘。那么在有了总导师的这个发心，有了各位的报名，但是在这当中呢，拉拉杂杂的事情很多比如说这几天当中我们有一些这个每天生活上所必须的三餐要吃饭没吃饭怎么有体力呢所以不管是哪一方面都要一些人来帮助所以必须要具备各种条件合合了这个一件东西一个事情才能够成立所以在这当中呢，也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它不是单独能够生起来的所以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当然在这里的这个他就是指单一的也不是这个单一的也这不共不无因是故诸无生知道一切的这些法不管世间所有的一切人事物所有的一切法通通都是这个一切因缘具足才能够升起所以佛陀他是以缘起为佛法的这个中心就是要以这个缘起来彻底要摧毁这个实有自性的这些执着因为从实有自性的执着来说呢，一定会起烦恼，一定会造业，那造业当然就受报所以要从这个实有自性的这一种执着来解脱这个能够自在那因为这个自性忘记它是生死的这个根本如果不击破这个根本见那么就是不能够 得到解脱的所以这个要击破这个根本自性见就是只有缘起正观所以缘起赞论说是所有衰损其根为无明，见何还能灭是故说缘起所以因缘有的诸法是不自在的不自在所以是空空所以它没有一个自性所以我们从这个诸法缘起来说，我们知道说一切的法通通是缘起的，通通是没有一个自性那因为没有一个自性是空的，所以通通都是缘起的所以缘起无自性空
啊，是我们佛法的这个宗骨啊。那么啊，这个啊缘起的这个啊法则当中啊，他有谈到了啊这个因缘啦、啊、等无间缘啦、啊、所缘缘啦、啊、增上缘啦、啊，啊那啊这个就是从因到果啊，那么啊一个啊这个重要的这个生成因素哈、啊。啊，这个因缘呢、啊，它是直接的，就像一颗种子啊，它必须要有一个种子啊，然后加上这些水分、肥料啊，温度才能够啊开花结果啊。所以啊，因缘就是直接的这个啊，这个能够产生的啊啊，这个直接的原因啊。那么等无间缘呢，又叫做次第缘，就是在心跟心所的相续中。啊，由前一刹那啊，那么引发后一刹那，啊，也就是啊，心跟心所啊，啊，在前一刹那啊，这个啊，这个啊，灭谢了以后，哦、啊，又给后一刹那升起了这个利用啊，那么啊，这个前一刹那的心法跟啊，这个啊后一刹那的心法啊，这个啊，同时升起的啊，没有这个啊间断的这个相续关系啊。啊，这个是啊等无间缘啊，那么所缘缘呢，就是啊心法啊心法跟心所法所攀缘的一切现象啊，那么啊也等于说啊你心法啊眼所见的耳所听的对外所攀的一些现象啊，那么这个就是所缘缘，那么增上缘呢，就是啊指这个因缘等无间缘跟所缘缘这些三缘以外。那么一切有助于或者是无碍于现象发生的这些原因条件啊，那么啊这些啊事缘呢啊，它有直接的啊因生果的这个关系啊，这个是因缘，也有间接的啊，也就是啊这个比较疏远的因生果的关系啊，就必须要借着啊这个等无间缘、所缘缘跟增上缘啊。那么啊这个啊从这个啊缘起诸法的升起啊跟这个世缘的关系啊，在物质现象的设法上呢啊，那么啊这个是啊这个有清因缘跟增上缘就可以发生作用，但是在精神现象的心法上呢，必须要具备这个世缘啊世缘具备了才能够啊这个啊发生作用啊。那么缘起的种类跟发展呢、啊，它有好几种啊。啊，第一个是业感缘起。业感缘起呢，它是说明了宇宙万法的这个升起啊，都是由于我们的业力所招感，也就是由这些善恶的业力啊，会去招感善恶的果报。好，那么这一种啊，这个啊善恶业力的这一种招感呢，它是一次一次的。啊，由这个啊业因啊，那么感受这个果报，再由这个果报呢，就成为啊这个啊另一世的这个业因啊，那么这样呢，就是啊这个因果相依啊啊这个循环不尽啊，叫做业感缘起啊啊，这个也就是从我们啊身口意三方面所表达造作出来的各种好的坏的啊，就是善的恶的这些呢。都会产生这个结果啊，所以就是有这一种业感缘起的说法。所以业呢，也就是造作的意思，也是有意向的，出自于身口意的任何行为啊，那么这就是啊成为业力，也就是一切不管是道德的或不道德的有意志力的这些动作反应或者是结果啊。那么在业力的这个啊定义方面呢、啊啊，它是自力创造啊，而不是神力啊，不由神力的啊，机会均等，没有什么特殊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善恶因果决定有报啊啊，这个业力的思想呢，它是自力去创造，而不是由他力啊，所以这个业力的思想呢，是你自己的啊这些善恶。啊，自己的这些善恶好坏都是由自己去做的，啊，不是由他人啊加给你的啊。那么机会都是一样的啊，不管是男女老少啦，不管是贫富贵贱啦，啊，那么自己所做的
一切善恶自己要去承担这个结果啊，这个是啊没有什么特殊的啊，不会因为啊他是啊这个啊富贵啦啊，或者是啊其他的这些诱惑的这些条件啊，他就不会遭受这个果报，这个不可能啊。那么前途光明，希望无穷，因为既然是自力所创造的，那自力所创造的，那我们想要得到什么样的结果，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做？好，所以前途呢是掌握在我们手上啊啊，这个是啊前途光明，希望无穷的啊。那么善恶因果啊，决定有报啊啊，这个不是不报啊，只是时候未到啊，时间上的这个关系啊。那么啊，这个善恶方面呢、啊，啊，当然有时候会啊，这个啊，去谈到说，到底善恶能不能够抵消啊？啊，所做的善跟恶，它是啊，各自都会结成它的结果，善恶是不可能抵消的。好、啊，只是说在这当中啊，啊，有这个心力跟业力强弱的关系。好、啊，心力强的话。啊、哦，那么这个业力呢，就比较不容易发挥作用，啊啊，但是呢是不容易抵消的啊。那么啊，这个啊业的成立啦，业的价值啦，那么这些呢啊，这个都啊这个很容易了解哈、啊，啊就不做说明啊。不过在这里呢，跟啊大家啊说明这个啊业的成立，故事业啊跟不故事业，就是属于这个身口意三业哈、啊。那么啊这个。有这个所谓的啊表业跟无表业哈、啊，这个表业跟无表业啊啊，这个表业就是啊能够啊这个看得清清楚楚的啊，这个身体上所造作出来的啊，说或者语言上所啊表达出来的啊，但是在意业上来说，虽然啊这个啊这个外表上是看不出来哦、啊，可是呢在大小圣。这个佛法里面、啊、它各有不同的观点。小圣的佛法呢，它是无表业、啊、它是不结罪、啊、它是认为、啊、要付之于、啊、这个身口的表达出来以后才结罪、啊、但是呢在大圣方面、啊、起心动念就是罪了，起心动念就结罪。因为大圣的理念、啊、他认为你会从身口去表达出来，就是因为动念开始，你先开始动念才会付之于行动啊。如果你都不动念的话，怎么会付之于行动啊？比如说你看到一个很喜欢的古董啊啊，这个是你这个梦寐以求的啊，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希望说啊，我能够啊这个得到这个古董的话，那多好啊。好了，现在旁边有人啊，你不敢动啊，等到旁边没有人，可能你就哎闷声不响的拿走了。那你闷声不响的拿走，哎，在佛法上来说，就是已经啊造成了啊这个偷盗的这个业了。那你刚开始，如果你没有这个动念啊，虽然是你很喜欢古董，但是你站在欣赏的角度，哇，能够看能够欣赏就很高兴了，你。没有动念说要占为己有，那就算有多久的时间旁边都没有人，你都不会去动它，不会去拿，因为你只是很喜欢，只是在欣赏，你没有一个念头说要占为己有，所以你就不会造成这个偷盗的这个行为啊。所以大圣的佛法他认为你起心动念啊，就是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它是存在的，但是因缘条件具足了以后，它就会起现行，就会付之行动。所以你要这个去防备啊，让它不起心动念。所以大圣他是从起心动念就开始结罪。啊，那小圣方面就不同啊。所以我们啊，种种用功的方法，就是针对我们这一个念的。针对我们这一个心、啊、就是不要让我们的心有种种的这些、啊、念头起心动念、啊、看到了、啊、这个外面的一些境界、
那么看到这些形形色色啊，当然就会选择这个美好的、漂亮的。听到种种的这些声音啊，就是喜欢听到这些赞美的声音，不喜欢听啊这个啊批评的声音啊。那这个就是啊我们啊一切啊都是被这个外境所转。然后在这当中，你起心动念的话，当然就会开始造业了。所以在大乘方面呢，它是从这个起心动念呢就会去开始结业啊。那么在这所有的这些善恶这些念头这些善恶念头呢这个起来了也就是所有的一切那么它这个升起的时候它这个会经过一个构成，这个构成呢，也就是这个跟意识相应的这个思心所所以就有这个三个构成，一个是审立思的构成，一个是决定思的构成，一个是动化生思。经过一番考虑考虑了以后再做决定，决定以后再付之行动所以我们遇到一件事情或者是起来一个念头，一定会先经过一个考虑，一段时间的考虑然后再做决定好比说你们得到了这个我们光德寺今年又有举办这个教师营的这个信息了。好了，这个得到了这个信息以后，你开始去考虑七号七月这个三号到七号这一段时间有没有空档想不想参加。那经过这个审立思这一段构成考虑了以后下定决心想要多了解佛法想要到这个寺院里面来沉淀我们这个这烦恼的心啦所以这个就下了决定。那么下决定以后付诸行动你就开始要报名表就填写报名表。好，这个过程完成了，可是呢一直到报到那一天在你动身的以前，你都还会经过在这三个过程这个等一下就要去坐几点的车了突然之间哇，小孩子妈妈你不要去我好想念你不要去好不好好，这个时候你开始考虑了到底去不去又经过一番考虑，然后下定决心跟小孩子安抚好了因为你决定还是要来参加了就跟小孩子安抚了，安抚好了以后就动身了所以每一件事情都是经过这三个过程这个是审立思、决定思跟这个动化生思那么在这善恶方面当然有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善恶的这些果报我们会有一些疑问，有时候觉得某某人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大善人人是怎么慈悲怎么好怎么好，可是他的遭遇为什么竟然是那么凄惨那有一些为非作歹的大坏人人人都公认的是一个地方上的恶霸大坏人，可是呢为什么他的这个遭遇又那么好，这个就要谈到这些善恶业力是哪一种开始先这个因缘成熟开花结果这个大善人他过去的这个善业那么能够让他继续的这个发心作为这个大善人，可是在这个当中的一些遭遇呢，因为过去有一些恶的因缘成熟了所以虽然他这一世做得非常的好，可是呢他的记忆很烦恼很痛苦，甚至于很凄惨，是因为过去的这个业力这个恶业那这个大坏人呢也是一样的明明现在这个为非作歹胡作非为，可是呢他享尽一切的福报，因为过去的善业成熟所以这些善业善恶的这些种子
是哪一种因缘啊先具足，这些因缘条件先具足了，那么它就开花结果。但是呢，善有善报，恶有恶报，那是一定的啊。啊，作恶必灭啊，作恶不灭是啊，前世有余德啊，德尽必然灭啊。那么为善必昌啊，为善不昌啊，是因为前世有余殃，殃尽必然昌啊，那是一定的啊。哦，所以啊，这个啊，善恶这一方面呢、啊，啊，那啊，这个要谈到啊，这个过去的啊，过去的一些啊业力啊。那么啊，这个业力跟我们啊心力方面呢、啊，心能造业，心能转业啊。那么业由心造，业由心转。如果你心不能转业的话，就被这个业束缚了。业如果是不随心转的话啊，这个业就能够复心。那么心怎么能够转业呢？因为心跟道合，心跟佛合，这个时候就能够转业。那么业为什么能够复心？因为心依常分，任运作受啊，啊什么都啊，这个不怕，什么都做了啊，当然就是啊，这个心被业所缚啊啊，所以啊，这个啊心力。跟这个业力啊，它的强弱就会产生不同的结果。你心力强的话，就能够去转变这个业力。如果你心力不强啊，那么业力超过这个心力的话，那就是啊被业所转。那被业所转呢，当然就是烦恼痛苦了。啊，心能够去转业的话，啊，心能够去转见，就能够消除那些烦恼痛苦。在我们啊这个啊日常生活当中啊，实际上就有很多啊这些例子啊啊，像我在民国73年、74年呢、啊，在台东监狱啊举办了3次的受刑人监狱佛期啊啊，监狱受刑人的这个精进佛期。在这当中呢，有一些受刑人，他就很明显的心力跟业力的牵扯。就造成不同的结果。有一个姓陈的受刑人，这个第四天中午，他跟我请假，因为监狱规定佛期期间一定要听我的，请假，然后下午不参加。那下午不参加，我们只好让他休息啊，因为监狱受刑人的佛期跟我们一般佛期啊不一样啊。啊，你不让他这个休息的话，出来的话找你算账啊！哎，所以不敢了哈，所以一定要让他休息。可是隔天早上呢，我一到监狱啊，哦，他看到我就一直在谢谢。我说啊，谢谢师父啊，谢谢师父能够进来啊，啊，这个举行这个精进佛期啊，啊，让我们受益良多。我说啊，昨天下午让你休息，你在高兴啊？啊，要不然怎么跟我道谢呢？他说不是啊，他说哎呀，我昨天哦，因为昨天中午接到了这个公文，假释不准，所以起烦恼，我没有心念佛，明明可以假释了，可是现在呢，哎，批下来还是不准，啊，所以我就生气了，不念了。哎，那一昨天晚上啊，一进到疗房啊，因为5点了、啊、这个。这些官员要下班啦、啊，所以就要在关疗房啦，关进去疗房啊，他那个疗房呢，他那个牢房里面呢、啊，他有5、6个人，就只有他一个人报名，结果那几个人呢，当然他们没有信心的了，而且在讽刺他，啊、哦，哎呀，你也是无恶不作了，怎么样坏事做尽了，怎么样怎么样，所以啊，哎呀，你参加那个什么念佛拜佛没有用了，怎么样，一个一个在讽刺他。哇，他假释不准，心情已经很坏了，啊，又他们一个人一句的在啊讽刺他、批评他，哦，这个时候他这个无名火一来，啊，他就要打了，要打出去了。可是就在他手提起来的时候啊，他突然间想到啊这一句阿弥陀佛，他说很奇怪。他说我想到这句阿弥陀佛，我嘴巴不知不觉的念出来啊，念了一句阿弥陀佛，不知不觉的念了几句，
念了几句以后，突然间一个念头啊，算了，不跟你们计较。他说以前不可能啊，以前哦，他以前就是因为单打独斗都没有输过，哇，他身体非常好，所以他常常打架，就是因为打架被处罚、被处分啊，所以明明到了假释的这个期限了，还是不准，就是因为打架，因为他身体很好，所以在里面他啊、这个单打独斗从来没有输过的，哎，说奇怪嘞，哎，怎么我一念佛号啊，哎。怎么突然间一个念头来了，哎，算了，不跟你们计较。他说在以前不可能的啦，我常常要打架，我也听了几句话不高兴我就打了。啊，所以我就劝他啊、哦、后来他这个接受了。啊、哦、因为他知道说，哎，哇，原来这一句佛号力量那么大。哎，从这个地方呢，心力跟业力就是一个牵扯。这几个这个啊，受刑人啊，同牢房的一个一个讽刺他，啊，那经不起他们的讽刺，想要打了。这个时候，如果打出去就是业力强过这个心力。可是呢，他突然间想到，哎，早上在念阿弥陀佛，啊，他突然间这么念头一想，哎，不知不觉的就念出来了，啊，结果这么一念出来呢，突然间一个念头，哎呀，算了，不跟你们计较。心力强过业力啊，所以心力强过业力就能够去转业，能够消业。那一次的打架打不成，如果又打架了，哎，又要受处分，哎，又要延长他这个假释的时间了。哦，所以心力强啊，就能够消业。哦，所以说啊，心力跟业力在这当中的牵扯，你有这些三宝，有这些佛法依靠的话。那当然就比较能够啊，这个心气转静，就能够消业。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仍然追求视觉上的冲击。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而我即将成为饲料，被一只巨蟒把玩，眼前的巨大利齿是我最后的记忆。透过大师傅的接引，我来到了天堂，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大家都过得很开心，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哦。九九流浪的河沟，让你心中生命，生命电视与您共同守护生命。接下来请收看长老发育。大乘大记地藏十轮经，现在我们讲这部经啊，你说告诉我们消灾免难，同时呢，在我们修道的时候，能够呀使我们
容易进入了，跟华严经不一样的，那个不是种的原因了，这个嘛不是现在就得到利益的，不是。